么？他谁？当时我们这边做那个核酸的信息采集，然后小孩子的妈妈刚好就分到给我们这个年级做的时候，他就在那儿看，看了之后他走的时候我们都在那儿笑嘛，然后我们就问他这是谁呀，我们看着都很面熟呀，他就好小声好小声说了一句妈妈，然后转身就上楼继续去学习，然后他妈妈也没有回头继续给下面的后面的小朋友继续采集核酸。在当时的时候还是觉得好可爱啊，还是蛮感动，很想哭的，就是那学生一直在偷瞄他妈妈，就是好像只能通过这个时间段这样的距离来看一下两天没见的妈妈了。哎，孩子也很棒，就是妈妈是他的榜样，他也自己也做得很好。